来，然后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300多位我们的电影人的这样的一个盛会，心情怎么样？非常开心的，就非常荣幸能够跟这么多电影前辈，电影人的前辈们是来学习，也是激励自己跟鞭策自己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这次小凯是在里面有扮演角色的，这个我们的长城也是收获了提名，心情开心吗？挺开心的，因为《长城》这部电影算是我就是，大荧幕的第一个作品，也是非常意义深重的。对对对。那你在里面的话，你怎么评价鹿晗的演技呢？因为我们其实是分开拍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鹿哥，但我是因为看了电影之后，觉得鹿哥也是演得非常好，也是值得学习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我们的小凯，谢谢，一会儿见，谢谢。哎，对，佟丽娅。佟丽娅。